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玉观音》第一集《风雨奇案》。八月底的一个夜晚，第十二号强热带风暴袭击上海。狂风暴雨一阵紧似一阵，疯狂地泼洒在友好商厦的玻璃幕墙上。在商厦的监控室里，保安老唐和老魏正在值班。第十二号强热带风暴已于昨天下午影响本市，风雨最为严重的时段将出现在今天凌晨。目前本市正值天文高潮，有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你看啊，哎呦，哎，这风雨潮三碰头啊，真是吓死人了。哎呦，这个天哪，像漏了似的。这呀叫厄尔尼诺现象，是吧？嗯。哎，我说老唐啊，你说说看啊，这叫天空天空。哎，这空空的天上哪来这么多水呀？啊，真是天灾哦。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啊，刮台风啊是自然现象。哎，那倒是，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这台风啊是地球的空调机呀、啊，它能调节气温，调节雨水。哎，有道理，有道理。哎，哟，嗯，一点了，好，到点了，我该去查夜了啊。好，你去吧。坐落在中华第一商业街南京路上的友好商厦是一幢六层玻璃幕墙建筑，保安老唐从底楼商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巡逻，看一看窗是否都关紧了，查一查门是否都锁定了，找一找有什么地方渗水漏水。他来到了六楼工艺品商场，这里是他检查的重点。商场南面是一排古玩精品柜，中间上了锁的十号玻璃柜里端坐着一尊白玉观音，标价人民币500万元。真是吓死人了，哎呀，魂儿都吓飞了。小张早，哎，早早早早，小李早，哎，老唐，老魏，哎，你好，经理，昨天晚上那雨可真大呀，啊，是，雷打起来呀，真吓死人呐，这叫厄尔尼诺呀，哎，对，呦，田经理啊，哎，田经理，你怎么了？早，没什么，刚才下车呀，给人推了一下，摔在马路上，哎呀，皮都擦破。田经理，要不要紧啊？去医院看看吧。要紧倒不太要紧啊，这种人啊，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对对对，哎，老魏，哎，你在这照应一下，我送田经理上楼。啊，不用，我去吧，我就送你到电梯口。啊，谢谢老唐啊，谢谢，不客气。田经理，小心啊。啊，好。啊！哎呀，不好了，闯大祸了！出什么事了？那个白玉观音不见了！什么？玻璃橱窗敲得粉碎，白玉观音被人偷走了！啊！接到友好商厦的报案，刑警803探长苗振率领丁小军、诸葛平和乔丽娜火速赶往案发现场。他们来到六楼工艺品商场时，商厦的陈总经理正焦急地等候着。哦，是刑警803吧？是，我是商厦的总经理。啊，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哦，陈总经理，是，我叫苗振。啊，你好，
我们八零三的探长。哦，苗探长。你好，你好，你好。哎，陈总啊，麻烦您先介绍一下情况吧。好的。这一排是古玩精品柜。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啊，古玩柜的职工发现第十号橱窗的玻璃被砸碎了，一尊清朝中期的白玉持瓶观音被盗。清朝中期的白玉观音？是，这不是文物吗？嗯，这也能作为商品出售？好，这文物啊是分等级的，这尊白玉观音是经国家文物局专门审定，属于允许出售的玉石古玩。哦，当然了，这个价格也相当的昂贵啊，要人民币500万元呢。啊，500万元啊！哎，陈总，嗯，现场没动过吧？没有，一发现白玉观音被盗，我就让商厦的保安封锁了六楼商场。我们一直在这儿看着，保护案发现场。这位是？哦，老唐是我们商厦保安部的大组长。嗯，很好。小乔，哎，朱国平，哎，你们开始。是是。商厦庄有红外线报警系统，怎么了？没有反应啊？我们也搞不懂啊，为什么报警系统没报警？小军啊，你去监控室啊，检查防盗系统，还有监控录像。是。哎，老魏，你带803同志去监控室。哎，好，请跟我来。啊，好，走。是谁第一个发现白玉观音被盗的？田经理啊，你说吧。啊，好。大约8:30左右吧，我刚进商厦，就看见我们古玩柜的女职工啊，王凌云从电梯上奔下来，说是白玉观音被盗了。当时呢，老唐我们在一起啊。对对对，我们就赶到六楼，一看，十号橱窗是空的，地上一滩碎玻璃。哦，还有，商场西头一道卷帘门，还有一道玻璃门。哦 ，no， 就是那两道门都被敲开了。嗯，昨天晚上。你们谁值班？啊，是我。哦，还有老魏。我们商厦有规定，晚上9:30关门。我们保安从六楼工艺品商场要逐层向下检查。10点钟，整个商场的红外报警系统布防。第二天凌晨1点和5点，再进行2次夜间检查，并且做记录。这记录上都是一切正常，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你们这些保安保的什么案呢？我们查过的，是我亲自查的。1点钟、5点钟2次，前大门、后大门明明都是上锁的，钥匙呢又都在我手里。再说大门口还有保安值班，我也想不通啊，那个小偷怎么进得来，又怎么出得去呢？白玉观音被盗案确实很蹊跷，侦查员们对商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勘查。1个多小时以后，丁小军从监控室回到了六楼商场。探头，哎，发现什么没有？还没有。哎，监控室的情况怎么样？真是见鬼了，红外线报警系统1楼到5楼都正常，只有6楼出了故障。监控录像带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那监控录像资料你都看了？我都看了。这么快啊？我快进看的，除了几个值班保安，连个鬼影都没有。啊、哦，哎，昨夜风雨这么大，从外面进来，再怎么着，多多少少总会留下些痕迹啊。探长，哎哎，朱可平他们有事了啊，去看看。好。哎，探长，探长，你看卷帘门上有两个指印。什么呀？这是这儿。哦，灰尘特别厚，所以指印特别清楚。嗯，是新鲜的手套指印。罪犯是用工具起下卷帘门两侧固定螺丝上的螺帽开启卷帘门的。嗯，把固定螺丝安装在门外，真是天晓得。哦，玻璃门是用扁形铁棒之类的东西撬开的。哎，你们看，嗯，监控装置就在楼梯口上方。嗯，探头正对着商场的卷帘门，但是探头的视线被放在楼梯口一侧的几只大立柜给挡住了。罪犯就是在这些大立柜的掩护下躲避开监控探头，撬门入室。
你们来看啊，这是什么？好像是鼻涕痰剂之类的东西。没错，是痰剂。哎，探长，嗯，这块隔板是活络的，我把它取下来啊。哎，当心啊。你们看，这么大一个空间，肯定能猫一个人。我钻进去试试看啊。哎，妈妈，嗯，把手电给我。哦，给那个什么，哎，捏走。一根头发丝，是罪犯的头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啊，先收起来。嗯，罪犯很有可能在商厦营业结束之前藏身在这里，然后在雨夜的某个时候出来，伺机作案。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猜到了罪犯是怎么进来的，却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出去的。这前大门后大门都上了锁，他要出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啊，跳窗。哦啊，哎，我们从六楼开始仔细检查每一扇窗户。是。不一会儿，他们便在六楼和五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发现一扇起开一条缝的窗户。铝合金窗框的搭钩座上挂着几缕尺把长的波浪形白色棉纱线，在窗外的风中飘荡。小乔啊，哎，你给鉴定一下，它们的质地如何？嗯，我看看。哦，这是用短纱绞成的棉纱线，也就是用一些旧的棉纤维，比如用旧的棉毛衣裤什么的，重新纺成的棉纱线。哎，你们看啊，这种波浪形状啊，很可能是用力绞拧的结果。就像我们平时绞毛巾。嗯，哦，嗯，用短纱绞成的纱绳，非常有可能。那么我们下去看看。好，下去，走走。苗振他们来到商厦一侧的人行道上，抬头望去，商厦外侧玻璃幕墙上有明显攀爬过的痕迹，而沿墙栽种的一排矮冬青树也被压塌了一大片。啊，这罪犯肯定是用纱绳画下来的，纱绳的长度起码有四五十米，差不多。哎，这儿有脚印。哎，对，你们看，一只，两只，是39码解放脚鞋。没错。哎，你们看，纹路很清晰，像是新鞋。嗯，看出来了。哎，这个冬青树单是用脚好像是踩不塌这么大一大片啊。嗯，除非是整个身体都压上去啊。嗯，对，可能是罪犯从窗口用纱绳掉下，在快接近地面的时候，纱绳突然断裂，罪犯跌落在冬青树丛上，劣质纱绳。哎、嗯，小乔，嗯，你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用短纱绞成的棉纱线，吃不住重量啊。对对对。所以吧唧，那家伙摔了个嘴啃泥、有可能。哎，如果纱绳不断，他就把纱绳抽回带走，作案就近乎天衣无缝啊。嗯，探长，哎，探长，你们看这是什么？什么？一把10寸的活络扳手，用这把扳手起螺丝，再用它来撬门。没错，就是它。啊，来来来，请进。好，我们进去吧。这是我们商厦的会议室、哦、啊，现在临时充当你们803的办公室，挺漂亮啊。难道我让他们搬来一只饮水机？嗯，好，如果还需要什么的话，可以随时来找我。哎，已经很好了，陈总，不需要什么了，不需要。刘震，哎呦，刘总来了。哟，刘总，哎呦，刘总，你们好，都在啊。哎，这儿环境不错呀啊。您不是来给我们加压的吧？你知道就好啊。哎，我来介绍一下啊、嗯、这位是友好商厦的陈总经理啊。你好，陈总。你好。这位就是我们刑警总队的刘刚副总队长。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803呐、啊、哎呀，久仰久仰。他们都是803、啊、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这下我可放心了，彻底放心了、哎、啊。听陈总的意思，好像对我们这几个803还不那么彻底放心哦。不不不不不、啊、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有大名鼎鼎的刘总803
还有你们几个年轻的八零三，那么在10月1日国庆节以前破案，那是绝对有把握了。10月1日，苗振啊，陈总连破案的日期啊都给你们规定好了啊，你们说呢？难说啊，案子呢有可能很快就破啊，也有可能一时破不了。嗯，怎么破不了呢？哎，你们八零三可是神探呐，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啊。陈总啊，我们呢不是神探啊，就是真的是神探，那也不敢打保票说一定能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就破这个案子。哎，苗振苗振，就只当是陈总对你们的希望和鼓励嘛。不，一定要在国庆节以前破案。哎，现在是不破不行啊，你们不知道，2个多月以前，一位欧洲跨国公司的总裁到我们商厦来，他一眼就看中了那尊被盗的白玉观音呢。他愿意出巨资购下这座白玉观音，赠送给他领导的国际慈善基金会啊。哎，那他为什么没把白玉观音买走呢？是啊，10月份那个国际妇女儿童慈善基金会要在上海召开年会，他要再次来上海，到那个时候啊，他要举行一个仪式，把白玉观音请到他们的慈善基金会去。上次临走的时候呢，那位总裁留下了20万美元的定金。哎，你们说这定金都收了，我们能做言而无信的事儿吗？哦，到时候人家总裁来了，而白玉观音却不见了，哎，这叫我们怎么向人家交代啊？陈总，破案是我们的责任。嗯，你放心，苗探长他们呢会尽心尽力的。哎呦，那就好，那就好，拜托，拜托了啊。那你们忙啊，我先告辞了。好，你们走好。陈总再见。好，再见。哎，各位，我们先碰一下头。来来来，坐坐坐坐。我先说吧，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案，案犯应是一个熟悉商厦内部情况、多次踩点打样、具有较强攀爬能力和一定反侦查能力的人员。嗯，鞋码39，个头1米7左右。请进。八零三同志。哦，王凌云。哎，对。哎，刘总，他就是第一个发现白玉观音被盗的古玩贵女职工王凌云。哦，来来来来，进来，来过去，来，坐吧坐吧。八零三同志，我知道白玉观音是谁偷走的。哦，是谁呀？是田经理。田经理？嗯，你是说你们古玩精品柜的田经理？就是他。你有什么证据？有，我们那个田经理啊，他是个古玩迷。你们没有看见他看古玩时候的那副神态哦？他会皱起眉头，两颗眼珠呢像钉钉子那样拔也拔不出来，不要太吓人哦。只要有精品古玩上柜，古玩街的几个老板就往我们商场跑，那都是田经理认识的。田经理跟他们气气搓搓，不知道说什么。这好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哎呀，你们听我说呀，有一天上班啊，我去衣帽间放包，嗯，看见田经理衣帽柜的门忘记锁了，我的柜子呢正好在他的隔壁。那天我来得早，衣帽间里没有人，我也是因为好玩，我就眯起眼睛透过门缝往田经理的衣帽柜里瞄了一眼。你们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哎，你看见什么了？白玉观音。白玉观音？嗯。你是说白玉观音在田经理的衣帽柜里？不是真的白玉观音，是白玉观音的照片。哦，是一张白玉观音的照片。哎，不是一张啊，是一叠，这么厚厚一叠的照片呢。后来我翻了翻，每张拍的都是白玉观音。哎，你说这是不是问题啊？这好，这是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
你不知道那些照片是怎么拍的？嗯，有正面的、反面的、上面的、下面的、左面的、右面的，还有后面的呢。哦，你说说，拍观音娘娘的后脑勺、后背心干什么？还有呢，有拍上半身的、下半身的，还有从上往下拍头顶心的，有从下往上拍脚底心的。哎，803同志，你说说，有这样拍照的吗？哎，这是不一般哦，不过这还说不上是偷白玉观音的证据啊。证据我有啊，那个偷白玉观音的贼不是从窗口用绳子掉下去，结果半当中绳子断了，自己掉下去了吗？哎，他，哎，你怎么知道是绳子断他自己掉下去了呢？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你们跑到楼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在楼上的窗口看着你们呢。玻璃幕墙，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外面，可是清清楚楚啊。哦，哦，这倒是的，这倒是的。那个贼掉下去啊，不摔断骨头也得伤几根筋。那又怎么样呢？你们知道吗？田经理今天早上是一瘸一拐的来上班的。嗯，你观察的倒挺仔细的。那当然。可是我听人说，田经理是因为乘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给人推了一下。哎呀，那是他自己说的呀，谁看见了？哎，是啊。还有什么证据吗？没有了。啊，哎，这些还不够证据啊？你说这够不够证据啊？这够不够当然要你们803说了算了。对了，我就是想不通，这田经理要拍那么多照片干什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啊。我们谢谢你，不用，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啊。我也没做什么，那我走了啊。好，不打扰你们了。好，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对了，我想起什么来啊，再来跟你们反映。好的，有什么情况啊，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啊。好，随时啊。再见啊。好，再见。哎，这个女同志挺有意思啊。是啊，哎，不过她说的照片啊，倒真是一条线索。我觉得田经理这样拍照片肯定有问题。哎，我的看法和你的不同。哎，田经理啊，肯定不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肯定啊？哎，探长，我们继续开会好吧？哎，对，这个有些问题啊，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啊。我接着刚才的说，作为对策，我们应该采取以下侦查手段。一，迅速对被盗物品进行协查布控，这由小乔负责。是。二，在商场职工内部开展调查访问，监控室人员、保安人员和田经理都可列入重点排摸对象，这由我牵头。三，对现场留下的劣质杀绳和扳手进行巡查，这由朱可平负责。是。四，请安保设备器材公司的技术人员对案发当晚红外线报警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测，以确定是技术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这由丁小军负责。是。五，查看录像资料，首先查看案发当晚的录像资料，小军，这也由你负责。探头啊，嗯，案发当晚的录像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再复看一遍。有这个必要吗？哎，你看的那个是快进啊，要按正常速度再检查一遍。哎啊，快进也是能够看到嫌犯的影像的，可是没有。哎，你说不定啊，我们遇上的是那个偷天陷阱里的雌雄大盗，哎，泽塔琼斯、辛康纳利。美的你，哎，就凭这把破扳手和劣质杀绳，还泽塔琼斯、辛康纳利。哎，你要是不信的话，那就是怀疑我的眼睛。哎，正因为我们信任你的眼睛啊，我们才请你复看一遍嘛。哎呀，我觉得这么做呀，纯粹是浪费时间。哎，刘总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完全没这个必要嘛。哎呀，小俊，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说的是心里话。你别说了，我也是为了抓紧时间，争取早日破案。听着，复看也是为了破案。嗯，要么我来复看。嗯，也好。哎，现在我们请刘总给我们做指示吧。嗯，刘总。啊，500万元的盗窃案，大家还是头一回碰到吧？是啊，数额之大，前所未有啊！别说你们，我也没有遇见过。同志们，
友好商厦是中外贵宾经常光临的重点保卫单位，案发时间呢又在国庆节前夕，还关系到一位跨国公司总裁的中国之行，破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吧。我完全同意刚才苗探长对案情所做的分析，但是呢我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凡是精心策划的犯罪往往都是一时三刻难以侦破的案子，对这点大家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可是呢他既然是犯罪就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抓住这些蛛丝马迹，跟踪追击，攻难肯定，尽快的让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侦破工作同时在五条线上紧锣密鼓地展开，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系列广播剧《刑警八零三》白玉观音第二集迷雾谍帐。白玉观音失窃案侦破工作同时在五条线上紧锣密鼓地展开，而且不可避免地把重点放在了商厦内部。友好商厦上上下下心里都很清楚，如今商厦的每个角落不仅都是扫描仪观测的对象，而且还多了几双警察的眼睛。在商厦监控室里，诸葛平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复看案发当夜的录像资料。哎呀，我说诸葛平同志啊，嗯，您辛苦啊啊！来来来，喝茶喝茶。好，谢谢谢谢。哎，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没有啊？还没有，还没有。嗯、听口气像是成竹在胸啊，就等着破案的重大线索在屏幕上出现喽。能不能出现我还不敢说，可是我心里真盼着它出现呢。只要罪犯的尊容在屏幕上亮相，离破案也就不远了。你说是不是丁小军？我说诸葛平啊，嗯，你是不是觉得我丁小军是吃干饭的？小军啊，你又跟诸葛平在搅和什么呀？啊，人家可是从基层上来的啊，你可别欺负人啊。我怎么敢呢、啊、小诸葛可是大名鼎鼎哦。好了，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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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啊，你那儿进展的怎么样？哦，是这样，已经跟安保设备器材公司联系上了。他们说派两名师傅来检查一下，说好九点到的，现在是8:58，该到了。哦，哎，他们来了，来了啊！啊，你好，你们是803吧？是啊，你们是啊？我们是安保设备器材公司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哦，好。秦启民，碧海山，对，碧海山是我，秦启明是我的师傅。哦哦，来来来，两位师傅请进，来来来来来，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探长啊，苗振，苗探长，你好，你好，两位师傅辛苦了啊，来，请坐，请坐啊，谢谢啊，谢谢。啊，我们公司经理说，友好商厦的红外线报警系统出现了故障，让我们来检查。哎，两位师傅，有件事儿想请教一下啊。听说这一次红外报警系统出现故障已经是第三次了。对啊，第一次好像是半年前吧，师傅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是5个月前，还没过劳动节呢。对对对，是在5一节前，师傅和我一块来修的。第二次好像是1个礼拜前，也是师傅和我一块来修的。哦，那当时出现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你想，这设备安装在墙上，线路呢是从墙里头过的，
墙壁受潮，或者是连接线头脱落，报警系统就会出现故障。还有就是人为的因素。人为的因素？什么样的人为因素？就是使用不当什么的，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哦，两位师傅，这样啊，这次请你们来呢，就是要请你们二位帮助鉴定一下六楼商场红外报警系统出现故障的原因。我们公司经理啊都跟我们说了。哦，好，那我们开始工作。啊，那好。探长，我先带他们去六楼商场。哎，好好好，两位师傅，拜托了啊。哎，好好好，来，跟我来。好好好。哎，请讲。哦，是刘总啊。是，我们会抓紧的。好，再见。是刘总打来的。传达了局领导对白玉观音被盗的批示。哎，一只手啊，发现什么了？探长，你看，一只手啊，我来倒带。好。哎，你看，柜台后面露出一只戴手套的手，一晃而过。哎，前面出现过人影没有？没有啊。来，接着看。真邪乎了，就一只手，后面什么都没有。我们碰上了一个狡猾的案犯。知道该怎么避开监控探头。来，再倒回去，倒到那只手头下。好嘞。就这里啊。1:29:59:60，1:30:01:02:03:04。定格。这罪犯的手出现时间是凌晨1:30:08。不对头啊。什么不对头？保安老唐说1:00、5:00他查过两次眼。可是案发时间是1:30:08。是啊，对不上号，他在撒谎。我们现在就去找陈总。什么？你们是说保安大组长老唐？对，是他。这老唐平时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哎，就说这夜间值班吧，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啊。当然了，这次是出了个大问题。你们肯定案发时间是1:30吗？1:30:08，录像带上有记录。这5:00查夜，竟然发现不了1:30:08出的事儿，这值得什么夜？探头，嗯，真是见鬼了！六楼商场的红外线报警系统自行恢复报警了，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两位师傅啊，正在检查。小娟，那你怎么看？无非两种可能。第一，技术原因，系统因为自身的某种因素发生了故障，而不能够正常的设防，也因为这某种因素的消失而自行恢复了报警功能。这第二，就是人为因素了，先对报警装置进行破坏，让它陷入瘫痪状态，作案之后呢，再进行修复，以掩盖真相。如果是后者，那很有可能是商厦内部人员捣的鬼。尤其是能接触报警系统的人员。我同意苗探长的判断，我们商厦出了家贼。哎，可惜啊，没能看清他的嘴脸，监控录像上只有他的一只手。什么？监控录像资料里发现了罪犯？只看见一只手，隐隐约约，一晃而过。可惜的是，此前和此后，罪犯再也没有显影。真有一只手啊！在苗振和陈总分析案情的同时，保安设备器材公司的两位师傅也查出了六楼商场红外线报警系统失效的原因。控制台通向六楼商场的那条线路遭到人为的破坏，上面有一条刀割的痕迹。为此，苗振再一次召集了侦破会议。红外线报警系统遭到人为破坏，这更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判断。案犯应是一个非常熟悉商厦内部情况的人员，现在更进了一步，而且是一个有条件自由出入于监控室的人员。哎，是。我看这个人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
非保安大组长老唐莫属啊。哎，如果真是老唐监守自盗，那他不是有点太傻了吗？你的意思是他做的过于赤裸裸，很容易被揭穿。是啊。这或许正是罪犯的高明之处啊。人人都认为这样做很傻，所以人人都认为这样犯罪的可能性不存在。小乔的意思是说啊，罪犯是钻了逆反心理的空子。没错。可我觉得还是有什么地方不顺。怎么不顺呢？如果真是老唐，那他还要躲到六楼走廊里的柜子里去吗？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人躲在柜子里啊。那窗口的纱绳呢？那泥地上的脚印呢？哦，说不定还有一个罪犯是合伙犯罪啊。哎，甚至真的有可能是什么雌雄大盗啊。丁小军，你说是吧？哎，小军，这个小军啊啊，你怎么看？什么？问题呀？啊，我怎么看呢？我先说几句题外话好吧。案发当晚的监控录像资料里记录了罪犯的一只手，一只犯罪作案的黑手。这么重大的破案线索，因为我用快进速度审看录像带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过去了，这是我工作的重大失误。更为严重的是，我还拒绝重新审看监控录像资料带，这更是我的失职。在这儿我要向探长和同志们做深刻检查。我您请进。哟，哎，你们在开会呢？是老魏啊。哎，对，来，请坐，请坐。哎，好，哎，谢谢。哎，老魏啊，哎，有什么事吗？米娅探长，我是来向你们反映情况的。啊，欢迎。我可能知道偷白玉观音的是谁。哦，是谁呀？哎，我说我是有可能知道，只是可能，还不敢肯定。没关系的，你说的只是给我们提供线索啊，我们会分析的。哦，不，苗探长，我真的是不敢肯定啊，可能是他，也可能不是他。那么是谁呀？他是，803同志，我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对吧？对，我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对不对？对呀。我怎么说呢，也是个保安，商厦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有责任。是啊，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你说对吗？对。啊，那么他是谁呢？他是啊，是啊，803同志，听说你们在商厦旁边人行道的冬青树丛里捡到一把扳手，我能看看吗？可以啊。哎，朱国平，来把那个扳手给老魏看看啊。好的。哎，你看嘛。哎呀，好。哎呀，真是没想到啊。803同志，现在我敢说了，好，偷白玉观音的是我们的头头，保安大组长老唐。说老唐偷白玉观音啊，你有什么证据吗？有。803同志，你听我说，昨天老唐和我一起在监控室值班，按我们商厦的规定呢，要查两次夜，1点钟一次，5点钟一次。1点钟那次呢他查过的，可5点钟那次他根本没去查。你怎么知道？我在监视器里看他进了2楼商场，可是3楼、4楼、5楼、6楼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的人影。803同志，你说他跑到哪里去了啊？有作案的时间，对，还有作案的动机。803同志，你们不要看老唐是个保安，他非常喜欢玉器，他的皮带上就吊着一块玉，说什么可以辟邪，他还常说什么叫什么什么，哦对了，黄金有价玉无价，平时一有空就往那个古玩街跑啊，说什么乡下人摆在地摊上能找到那些值钱的便宜玉器。那尊白玉观音刚进商厦的时候他是天天去看呐，
还说什么，假如自己老祖宗也有这样一尊白玉观音留给自己，那就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要辛辛苦苦的出来当保安了，什么三天两头要值夜班什么什么的。哎呀，啊，现在所缺的就是作案的证据了。有啊，啊，八零三同志，我有证据啊。什么证据啊？那就是这把扳手。你认得这把扳手？认得，火炬牌，十寸，是老唐的。哎，你敢肯定这把扳手是老唐的？哎，杀我头我也敢说这句话呀。哦，这把扳手就是老唐的。哎，八零三同志，情况是这样的，去年我们商厦大修，建筑工程队撤走以后啊，我和老唐就一起去检查现场，在烂泥堆里头捡到了这把扳手，是我看他捡的，火炬牌，十寸的，绝对没错。哎，你能肯定他捡的就是这把扳手吗？哎呀，肯定，百分之百肯定啊。哎，八零三同志，你看你看，哎，这个地方啊啊，扳手中间的螺丝滑轴是用焊锡焊过的。嗯，这把扳手我也用过，绝对不会错，不会错，就是他。哦，保安老魏对作案工具确凿无疑的辨认，使得先前的推断有了聚焦点，侦查工作的前景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苗振大大松了口气，年轻的侦查员们甚至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他们趁热打铁，找来了保安大组长老唐。面对四位神色严峻、目光炯炯的八零三，老唐未免有些慌乱。老唐，哎，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这知道知道啊，那你也一定知道该跟我们说些什么了。是是，知道。我知道啊，你们迟早会来找我的，躲呢是躲不过去的。啊，知道就好啊，说吧。想想也惭愧啊，四十好几的人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又是个负责保安的，还做这样的事，唉，不值得呀。我能抽支烟吗？嗯，想抽就抽吧。我承认我犯了错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不可饶恕的错误。哎，说具体一些。出事的那天晚上，我虽然在一点钟的时候查过一次夜，可到了五点钟的时候，我却没按规定再查一次夜。你干什么去了？我进了二楼贵宾室，点上一支烟，泡了杯茶，然后在沙发上打了会儿瞌睡。再后来呢？再后来啊，我上了卫生间，解了个手，冲了把脸，然后就回到监控室，在值班记录上写上了一切正常。哎，谁会想到发生那样的事啊？哎，以往轮到我值夜班，都是一点五点两次查夜，规规矩矩，认认真真，从不擦赖污啊。可昨天夜里，又是风又是雨，还闪电打雷，真正吓死人呢。我想，反正门窗都关死了，再怎么也不会出什么事。哎呦，我真是大意失荆州啊。哎，你刚才说自己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不可饶恕的错误。哎，这个错误还不极其严重吗？啊，作为一个保安组大组长，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哎，要是换了别人，我早就炒他的鱿鱼了。哎哎，老唐啊，昨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你在什么地方？一点半啊？是啊。
我在茶叶商场啊，走廊啊，前大门呢、啊，后大门呢、啊，总归是在商厦里。哎，803同志，是不是你们发现了什么线索了？罪犯是在1:30做的案？哎，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啊？对不起，你们接着问吧。老唐啊，哎，请你好好回忆回忆，昨天凌晨1:30，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又在做什么事情啊？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哎，听你的口气，是我姓唐的偷了白玉观音？嘿，我是保安大组长，我是防盗的，我怎么会去做那种事情的？怎么可能啊？可能不可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我自己当然最清楚我自己了，我偷白玉观音，帮帮忙。老唐同志，你是保安大组长，失窃当晚是你值的班，5点钟你不查夜，玩忽职守，白玉观音被盗，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承认我有责任，我不推卸我的责任，可是我没偷，我是犯错误，犯错误跟犯罪可是两码子事啊。我说句老实话，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问你这些问题。你们问嘛，你们怀疑我就直说。大家小弄堂里扛木头，直来直去，不要兜圈子，搞得我听也听不懂。好，我们叫小弄堂里扛木头，大家直来直去啊。主编，老唐同志，你是否认得这把扳手？哎，同志，我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可以。这把扳手是不是你们在商厦旁的冬青树丛里捡到的？是啊。盗窃犯就是用这把扳手做的案，是不是？是啊。啊，很有可能啊。哎，你认得这把扳手吗？哎，老唐啊，你说要直来直去，可你自己却得兜圈子啊。哎，认得，我认得这把扳手。那好，我们就从它开始吧。哎，我就知道这把扳手要出事，想瞒是瞒不过去的。你想瞒什么？你们也知道啊，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管闲事多吃屁。嗨，人不为别人想，可不能不为自己想。等，你又在兜圈子了。好，我就直话直说了啊。嗯，这把扳手是我的。嗯，商厦大修的时候是工程队落在工地上的。嗯，我捡回来了。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给田经理借去了。嗯，田经理？你是说6楼商场的田经理？对，是他。他说要借去拧衣帽橱把手上的螺丝帽，可后来一直没还。我呢也不好意思去要。田经理平时待我不错，嗨，一把旧扳手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再说还是捡来的。他是什么时候向你借这把扳手的？哦，有好几个月了。平时田经理去没去过监控室？去过，这把扳手就是他来监控室向我借的。哦，他常去监控室吗？嗯，也不常去，可也去过不少次。我们俩平时关系挺不错的。哎，老唐啊，我问你，白玉观音被盗的前几天，他去没去过监控室啊？去过。哦，啊，我刚才说了，田经理待我不错。我这个人啊，虽然没有多少钱，可总有一点业余爱好啊，像玩玩玉器古玩什么的。我就跟着田经理学，自己从古玩街的地摊上淘点古玉，有时候请田经理托古玩店的老板出售，赚点香烟老酒钱吧。哎，我也没想到田经理是这样的人啊。哎，田经理是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说了，
扳手给他借去之后，他一直不还。可是今天早上，嘿，他把扳手还给我了。哎，你们看，就是这把扳手，火炬牌，也是十寸，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借给他的那把。我捡到的那把扳手中间的螺丝滑轴上有裂纹，后来焊过，哎，就是你们手里的那把。而田经理还给我的这把是一把完全新的，而且田经理在还扳手的时候还特意关照我，不要把扳手的事情跟别人说。哎，你们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当时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哎，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啊，真没想到啊，这田经理会做这种事情啊！哎，真正吓死人呐！我当时心里还想啊，要不要告诉你们803？可又想想，田经理平时对我也不错，嗨，管我什么事啊？这思想斗争啊，很激烈啊。不过我现在还是竹筒倒豆子，通通都讲出来了。哎，这点基本觉悟我还是有的。这我们相信。哎，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只要我知道的，我会通通道出来的啊！你们说吧。我有一个问题啊，田经理身体怎么样？他好像很瘦弱呀。哎，他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别看田经理人瘦，人家筋骨好啊，他每天还锻炼身体啊。哎，真要掰手腕，哼，我看你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呢。转眼之间，侦查方向拐了个大弯子，又回到了最初王凌云举报的田经理身上。正当专案组对田经理进行重点侦查的时候，古玩街所在地的警察署向专案组报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那尊被盗的白玉观音出现在古玩街上一家叫冷月斋的古玩店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玉观音，第三集。峰回路转。种种迹象表明，田经理有重大作案嫌疑。正当专案组对田经理进行重点侦查的时候，古玩街所在地的警察署向专案组报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那尊被盗的白玉观音陈列在冷月斋古玩店的货架上。苗振和丁小军、乔丽娜驾驶一辆面包车直奔古玩街。到达时，警察署的一位穿便衣的警官已在街口守候多时。苗探长，郭警官辛苦了。就是前面那家古玩店啊，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冷月斋是过去第七家店面啊。冷月斋啊，哎，店还不小嘛。嗯，我先过去看看。小娟，嗯，把你的领带借我用用。哎呀，探头，你这样挺好的。哎，休闲知道吧？现在有钱人都像你这样。我不懂。嗯嗯嗯，不信你问乔丽娜。哎，是吗？咱们这儿最讲究品味的女士，跟她说说。好，我来看看啊。哎，你这件衬衣什么牌子？是名牌。啊，名品城打折时候买来的。嗯嗯嗯，还可以。脚上这双鞋啊，稍微低档了些啊。怎么了？不过问题不大。用餐巾纸擦一下就行了。啊。哎，小俊啊。嗯。你那副墨镜呢？挺酷的那副。干嘛？给探头戴上。哎呀，我墨镜干什么？哎，戴着呀。戴上。哎。借给你的啊，借给你的。不会吧你？行了。好，就这样。还可以啊。嗯。经过一番梳妆打扮后，
苗振跳下面包车，悠然地朝冷月斋走去。他在橱窗前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店门走进冷月斋。这是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殿堂，中间一个口字形的玻璃柜台，四周是高高的货架，各种古玩琳琅满目。哎呀，这位先生，想要些什么？啊，随便看看啊，我们店里的东西都是很上品的。嗯嗯嗯，这边呢是瓷器，这边呢是工艺品啊，这中间的呢都是古玩。先生看中哪一件了？啊，我看看啊，哎，我自己会看的。哎呀，好好好。苗振沉住气。挨着陈列架的次序，一个一个上上下下的浏览着。其实他的心里巴不得立刻见到那尊近在咫尺的白玉观音。终于他站在殿堂正面的陈列架前了，那尊晶莹剔透的白玉观音被安置在红木玻璃柜里，左右两盏射灯放射出的橘橙色的光亮映照在坐像上，使白玉观音更添几分庄严神圣感。尽管苗振曾一遍又一遍仔细观看过白玉观音的照片，但此刻他的心仍被眼前这座白玉观音的安详睿智和仪态万千所深深感动。先生，呵呵，你真有眼力啊，看出来了，这可是真正的文物啊，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宝贝啊。嗯，真是不错。先生存心要我便宜点让给您。哦，你开价多少？这个数。3000。哎，3万。30万。30万。哈哈，这可是真正的文物啊，上个月我开价50万了，是吧？哎呀，现在生意不好做呀。这么着吧，先生存心要，我再给您打个95折，怎么样？先生是做生意的吧？观音菩萨会保佑您。喂，哪里？探头，我是小军，1号监视上报告，目标正朝古玩街走来，请立即撤离。嗯。啊，在哪里啊？哦，新亚饭店呢。好，丁老板，我马上就到，你们等我啊，不见不散。哎，这位先生，哎呀，你存心要我再给你打折？哎，我有急事要办啊，以后再来，以后再来。哎，先生，八字。苗振回到面包车上，不一会儿。见田经理步履匆匆，神色慌张地朝这里走来。现在正是上班时间，田经理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只见他拐进古玩街，直奔冷月斋。郭警官随即跟了过去，佯装闲逛似的在店门外东看看西望望，眼睛却留心着冷月斋里的动静，一边用手机和苗振通话。他在殿堂里和老板说话，我不是看得很清楚，他们好像为什么事争起来了。老板打开玻璃柜门，抱出一样什么东西，他出来了，手中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背包朝街口走去。他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苗振驾驶的面包车尾随着田经理乘坐的出租车。不一会儿，郭警官打来手机，说陈列在冷月斋货架上的那尊白玉观音不见了。苗振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穿过几个街口，田经理乘坐的出租车停在人行道旁。他下了车，拎着沉甸甸的背包，慌里慌张地朝马路对面走去。苗振他们刚想下车，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辆疾驶而来的出租车直直地朝田经理驶去。这怎么回事？
撞人了，哎呀，撞他吧，又撞得不轻啊，田经理倒在马路上，不省人事。苗振让丁小军扣下赵氏的出租车，自己和乔丽娜一起马上送田经理去医院抢救。嗯，诸葛平和陈总来了。哦，好，探长。哎呀，苗探长啊，哎，我们的田经理情况怎么样了？医生啊，正在抢救。哎呀，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哎，啊，是啊。哎，陈总，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哦，什么东西？小乔，把那只背包拿来。哎，你看。啊，白玉观音。陈总，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们友好商厦被盗的那尊白玉观音？好，对对对，哎，没错，没错，就是他，就是他呀！哎，苗探长，这么说这案子破了啊？哎，那罪犯是谁呀？是不是我们商厦的？田经理出事之前手里就拎着这只背包。啊，田经理？哎，你们说是田经理？是啊。陈总啊，我们是看着他从古玩街的一家古玩店里取走了这尊白玉观音呢。哎呀，这偷白玉观音的真是田经理？哼，起码啊，他是这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哎呀，这真是没想到啊，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啊，这，哎，哎，对了，探长，有个情况。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啊。商厦的保安老魏来向我们反映，说今天上班之前，他看见老唐和田经理两个人在商厦隔壁的弄堂口说悄悄话，而且神情非常紧张。后来呢，我就把老唐找来了，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老唐说，上班的时候他碰到了田经理，田经理问老唐，那803找没找过他，说了些什么？老唐就把扳手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啊，哎呀，这个老唐怎么能打草惊蛇呢？是啊，我也这么说他了。他说他没办法，田经理跟他是朋友，关键时候总要拉人家一把。他要田经理争取主动向803彻底坦白交代。哎呀，探长，嗯，我在想啊，这个田经理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罪行暴露了，只好一了百了。嗯，我看不像。畏罪自杀，那干嘛还要去取白玉观音啊？我看啊，倒像是他杀。你是怀疑那辆撞人的出租车？得好好查查，有什么幕后背景。嗯，这也不失为一种判断啊。喂，小军啊，我在医院，探长也在。啊，正在抢救。哎，你那情况怎么样？啊？哦，啊，好，随时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啊，小军在交通大队。啊。撞人的出租车上有两位乘客，是从苏北来上海旅行结婚的小夫妻。哦。嗯，那个司机也查过了，没有什么疑点。是吧？嗯，交通大队现在已经初步做出结论，这是一起意外交通事故，主要责任是乱穿马路的田经理。好，知道了。哎呦。医生，哦，周医生，哎，情况怎么样？人已经醒过来了。哦，现在正在输液接氧。有没有生命危险？是啊，有没有危险？应该说是没有吧，只是身体右侧严重挫伤，就是右手臂这个部位可能骨折，还需要拍片确诊。啊，那就好，那就好。周医生，哎，我能不能进去问他几个问题啊？可以，不过时间不要太长。好，谢谢。好，跟我来吧。你们在外头，我进去。啊。田经理，哎，能告诉我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的，但是你们误会了呀。啊？误会什么？我不是，不是我。不是什么呀？哎，白玉观音，这尊白玉观音啊，不是那尊白玉观音。
那尊白玉观音是真的，这尊白玉观音这它不是那一尊呐。你的意思是，这尊白玉观音是复制品？还是复制品。谁复制的？我。你？我是我请苏州玉器厂的老师傅复制的。哎，田经理啊，你可要说实话。哎呀，我句句都是实话呀。白玉观音啊，是古玩中的精品。我用照相机把白玉观音的各个部位都拍下来了，请苏州的玉石雕刻师傅按照原来的尺寸再复制一尊。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你为什么要搞复制品呢？我想搞个复制品呢，托古玩店出售，所得的钱呢，我跟老板对半分嘛。哈，这样。那你又为什么把复制的白玉观音从古玩店取回去呢？哎呀，老唐跟我说了扳手的事儿，我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呢。另外什么？另外，商厦有规定，不准我们在外面经营古玩生意。现在又是敏感时期，所以我……哎，你有没有借过老唐的一把扳手啊？借过，借过，借过。好，你还他的是原来那把吗？不是。那原来那把呢？哎呀，我放在衣帽间里，不知道给谁拿走了。你看看，哦，那你为什么要把另一把扳手还给老唐呢？全乱了，全乱了！我听说803啊，捡到一把罪犯作案用的扳手啊，我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经过鉴定，陈列在冷月斋古玩店里的那尊白玉观音确实是一件惟妙惟肖的复制品。眼看破案在即，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侦查工作重新回到了起点。友好商厦有900多名职工，案发前还有2支装修队在商厦内部施工，人员情况相当复杂。苗镇和侦查员们分头对一个一个楼面、一个一个部门的员工进行调查，卡时间、排关系，进行仔细梳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侦查工作却毫无进展，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在这关键的时刻，刘刚副总队长来到他们中间。看着我的眼睛，都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怎么都死白鱼似的，没有一点精气神。苗镇啊苗镇，你瞧瞧你们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同志们呢，有些疲倦，还有些沮丧，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吗？哎，2个多礼拜了吧，一次次的兴奋，一次次的无功而返，日复一日，能不劳累吗？啊，当一辈子的刑警，干2辈子的活，让3代人受苦，这就是刑警啊。同志们，谁叫我们是刑警啊？还记得我给你们提过的醒吧？啊，凡是精心策划的犯罪，往往啊都难以侦破。为什么？因为有假象，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呢。我看呢，到现在为止，你们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我看就很有成效嘛。嗯，刘总说的对，
我认为排除了老唐和田经理等人作案的可能，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破案夯实了基础。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我们还是商厦的领导和职工，都认为这是内部人员做的案。我们查了这么多天，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换个角度看，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没有结果，这就是基础。有道理，如果不是商厦内部人员做的案，那就可能是商厦外部人员做的案。如果真的是商厦外部人员做的案，那我们就应该立即调整侦查方向。哎，苗振，啊，你怎么不说话？哦，我在想，如果真是外部人员所为，那他也得进到商厦内部来才能作案，而且他要预谋，那就不止一次进商厦。只要他进商厦，监控录像中肯定有他的影像。哎，对，哎，我来查阅案发之前两个星期的监控录像资料，每盘录像都要打开来看，每一个镜头都不能放过，对每一个可疑人员，我对他们进行拍照固定。对，商厦每天呢有上千人的客流量，我再给你派两名助手。刘总，您的意思？再增加一名，三名。两位老总，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我可以用电脑对顾客进行分类处理。你们看，凡是老人、妇女、小孩，还有外国人，都可以排除在外。我一个人啊，足够。我给你当助手啊。可以。重点是挎包拎袋的人。小军说的对，那根从楼上掉下来的纱绳起码有四五十米长，得有个袋啊包啊把它装起来，那体积肯定不会小。哎，真有你的，小诸葛。哎，还有那根劣质纱绳，前阶段我们光盯着追查那把扳手了。哎，对，卖纱绳的商店肯定见过买纱绳的罪犯，对不对？是。哎，探长，这原本就是分给我的工作，我去查。我和诸葛平一块去查。好的。好，我们分头行动。年轻的八零三们抖擞起精神，开始了新一轮的侦查工作。苗振、丁小军用高科技手段对录像资料进行分类处理、拍照固定，而诸葛平和乔丽娜却用最为原始的摸排手段，在五金一条街查访劣质纱绳。那条五金街上有100多家商店，他们硬是一家一家的调查询问，终于在一家小五金店发现了那种纱线绞成的劣质纱绳。这种纱绳是由一家外地驻上海的销售公司提供的，根据销售公司提供的30几家经销纱绳的商店名单，他们又一家店一家店的寻找。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一家小杂货店查到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八月份，查到了。8月25号，卖过50米纱绳。你看。对。8月25号，50米。哎，老板。嗯。你还记得这个买纱绳人的模样吗？买纱绳人的模样，让我想想看啊。哎，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有多大年纪？男的，肯定是男的。这年纪嘛。他有没有带个包什么的，好装买来的纱绳啊？哦，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个包。嗯，他这样挎着，他是个年轻人。他戴一顶帽子，就是打球时戴的那种。哦。你说他还挎着一个包？对，就是那个包，我才记住这个人了。哦，包是天蓝色的，不是皮的，式样很时髦，像是女人用的，跟他人呢不配，所以我才有印象啊。哦，他把绳子装进包里去的时候啊，我还帮他塞了几把呀。哦，对了，包上有几个外国字，还有几个中国字，是一种化妆品。化妆品？那叫什么来着？你想想。我想想，肯定能记起来。庞氏？不是。兰蔻？不对。妮维雅？
美林凯、欧伯莱、欧莱雅、雅芳、艾维尼、科尔、切尼夫、斯美兹、雅诗兰黛、露丝纳莱。哎，等等，露丝纳莱，对，哎，就是他，露丝纳莱。哎，你就这么肯定是露丝纳莱啊？嘿，你不说我还真记不得了。哎，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会儿啊，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老婆呀在后面烧菜啦，炒螺丝。那人走了，我叫老婆赶快把炒好的螺丝拿来。露丝纳莱，没错，就是他。小诸葛，露丝纳莱啊，是一家中外合资的化妆品公司的品牌产品，我知道那家公司。那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螺丝拿来。在友好商厦的监控室里，苗振、丁小军正在争分夺秒地对录像资料进行分类处理，固定拍照。接着，停，探长，探长，探长，有收获啊，一定是有收获。是啊，看这只包，是装沙绳用的。对，我们找到了一家小杂货店，老板说8月25日有一个青年在他们店里买了50米长的沙绳，就装在这样的包里。是啊，好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买绳人有什么特征啊？穿一套牛仔，戴一顶运动帽。等等，用这样的包装50米沙绳，要把50米沙绳带进商厦，很可能仍然用的是这样的包，完全可能，对不对？照片，我照片拿来，来找挎这种包的人呢、快！经过仔细查找，一张有价值的照片终于跃然眼前。照片上，一个穿牛仔衬衣的青年，头戴棒球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右肩挎着一只露丝纳莱的工作包。背景为商厦大门的入口处，时间为8月30日20:25:06。把案发当夜的录像监控资料抽出来，是20:25那段。是，到了，20:24:20。出来了，就这个人。看着，看，他踏上了商厦台阶，帽檐压得低低的。黑边眼镜还是宽框的，他遮掉了半边脸，我看不清楚他的模样。你看他走路姿势，说明右肩的挎包还有点分量。他穿过底楼商场，朝自动电梯走去了。看二楼的。是。二楼，二楼商场没有出现他的身影啊。看三楼的，来，三楼的。三楼也没有，直接看六楼商场。是。瞧，他出现了，好极了，这就说明他进了商厦之后没做任何停留，直奔六楼商场。然后伺机躲进了走廊大立柜里。挎包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对，挎包人进入了侦查员的视野。那么他是不是作案人呢？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白玉观音》第四集《跟踪追击》。在案发前两天的监控录像资料中，专案组又发现了挎包人的踪影。那次他没有带包，显然是来踩点打样的。作案嫌疑人终于被锁定在侦查员的视野中。连续作战20多天，处于压抑状态的侦查员们兴奋了。他们请商厦各楼面各班次的职工辨认录像固定照片，苗振随诸葛平和乔丽娜又一次来到露丝纳莱化妆品公司。
我们公司本部没有这么个人。哦，可我听说你们公司有很多营销人员。啊，这个情况你们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公司销售的是女性系列化妆品，所以营销员都是清一色的女士。哦，哎，那么女士们的家属，还是很有可能使用你们公司发给营销员的这种工作包的啊？可能，这完全可能。哎，你们向我们的营销员再了解了解。哎，好好。总经理啊，你找我们？哦，对对对，这两位是我们的公司保安，接触的人比较多。嗯，我特地把他们请来，让他们来认认照片。哎，好好，谢谢啊，谢谢。不用谢。二位，请你们帮忙看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啊，好好好好。照片上的这个人，哎，有点面熟哎。哎，小朱，你有印象吗？嗯，我也好像有点印象。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啊，我在公司大门口值班，这个人来了，要进公司。我问他找谁，他说了个名字，具体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是个女的。我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公司办公室的。公司办公室的？对啊，公司办公室就小宋一个女的。小宋，嗯，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吗？不认识，要认识我早就说了。这个人挺怪的，他也没上楼，就在大堂里打电话，气气粗粗说了老半天，说完就走了。哎，你一说打电话呀，我也有这个印象。是吧？这个人不止来过一次，来了就打电话，打内线电话，时间很长，煲电话粥。对对，我们公司管理很严格的，员工煲电话粥要吃批评的。我好像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反应吧。哎，会不会是总机小姐？总机也归我们办公室管。有人反映顾红艳老打私人电话。顾红艳？嗯，快去把顾红艳叫来。哎，总机小姐顾红艳很快来到办公室。这是一位面容姣好、身材小巧的年轻姑娘。乔丽娜把照片递给她看，苗振和诸葛平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不不不，我不认识。嗯，我真的不认识。那是不是有什么人常在公司里给你打电话？而且一打就是很长时间。没有，根本没有。谁在背后瞎说我？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顾红艳的矢口否认使追寻难以深入，专案组决定去大堂向公司的营销人员了解情况，而这无疑又是一次大海捞针。探长，嗯，他没有说实话。哦，理由呢？他回答问题的底气不足，我看，嗯，他肯定是在撒谎。嗯，我的感觉和你一样。哼，哎，小乔，嗯，你现在就去总机室，再找他谈一次。好。乔丽娜推开总机房的门，见顾红艳正手握话筒在打电话。见乔丽娜进来，顾红艳不由一愣。哦，有人找我，我挂了啊，再见。啊，你找我？对，我找你。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我不认识他。我还有些话没对你说。哎，坐。啊，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知道啊。知道就好。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你。刚才我们向你了解的这个人牵涉到一件重大的刑事犯罪。我没做什么，我真的没做什么。啊，这我相信，不过同时我还相信你还有什么瞒着没对我们说。要知道知情不报同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没跟我们说实话。我说实话了。你没有。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啊，为什么？
真的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你还年轻，这样做犯不着啊。真的没有。是这样吗？真的。说吧，是谁总给你打长长的电话？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又在跟谁打电话？是照片上的那位吗？是不是？是。他是谁？我从前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毕海山。哦，在哪儿工作？安保设备器材公司。安保设备器材公司毕海山，不正是那个曾检查维修友好商厦红外线报警系统的小师傅吗？当苗镇、诸葛平、乔丽娜得知照片上的犯罪嫌疑人就是毕海山时，三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个毕海山对商厦报警系统的防区了如指掌，他知道如何破坏也如何修复，他熟悉安保的巡查规定。嗯，因为一条条规定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挂在监控室的墙上。这个最具备作案条件的人，我们怎么从来没想到过他呢？是啊，他的身份特殊，说他是外部人员吧，他比商厦内部的职工更具备作案的条件。是啊。还有个情况啊，刚才我去总机房找顾红艳的时候，他正好在给毕海山打电话。是吗？见我进去就挂断了。他跟对方说了些什么？他问毕海山犯了什么事儿没有，对方说没有。顾红艳不相信，说如果你没有犯事儿，八零三不会来找你的，他们手上有你的照片。哎，糟糕，漏气了。哎呀，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出发追捕毕海山。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安保设备器材公司，一路直奔毕海山的家，但两处都扑了个空，毕海山仓皇出逃，不知去向。刑侦总队当即向全市的机场、车站、码头发出协查令。乔丽娜再一次来到露丝纳莱化妆品公司的总机房里，想在顾红艳这儿发现毕海山的蛛丝马迹。我不相信，我说什么也不相信毕海山会做犯法的事情。我和他是小学同学，又在一块上的初中，我非常了解他。那他为什么跑了？他害怕呀。你想，你们八零三找他，他能不害怕吗？他要没犯什么事儿，害怕什么？他真的是个好人。也许要怪我妈妈。你妈妈？怎么了？我妈妈反对我跟毕海山谈恋爱，说他没钱。我妈说，男怕找错行，女怕挑错郎。我的女婿不求是个大款老板，最起码也得是个白领。我妈坚决不许我和他来往。后来他给我找了现在的男朋友，在一家外企做财务。毕海山知道以后非常伤心。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出去，正好在马路上碰到他，他脸都气歪了。第二天他到公司来找我，就在楼下的大堂给我打的电话。他说，你妈妈不就是要钱吗？我去弄钱，弄好多好多的钱。我就问他，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去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搏一下。当时我就说，等到你中奖，恐怕我都已经变成老太婆了。就在前两个礼拜，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发财了。我就问他真的中大奖了，他说没有，但是和中大奖也差不多。他说他一定要娶我做老婆。
请讲。喂，是红艳吗？你打错了。喂，红艳，是我呀。我说了，你打错了。从顾红艳的神态中，乔丽娜立刻做出判断，电话是碧海山打来的，顾红艳又一次撒了谎。看着乔丽娜走出露丝娜莱化妆品公司的大门，钻进停在大楼前的警车，顾红艳立即拨通了碧海山的手机。海山，是我，你在哪儿？我在外面。外面哪儿？我在马路上。红艳，刚才你身边是不是有人？对。是803？来调查你的情况，我没跟他说什么，现在人已经走了。啊，红艳，谢谢你下午给我打电话，谢谢。海山，你到底做了什么？红艳，我真的没做什么，我真的。哦，对了，我刚才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要离开一段时间。海山，你千万不要犯傻，你要是真的做了什么，就赶快去自首，你躲不了的。红艳，你要相信我，你等我两年，就两年，我会给你幸福的，我向你保证。碧海山，哎。干什么？你干什么？走，碧海山，上车，放开我，放开我！专案组连夜对碧海山进行审讯，可是任凭803们磨破嘴皮，碧海山始终不吭一声，审讯毫无进展。与此同时，侦查员对碧海山的头发进行了 DNA 化验，证实与案发当天在六楼商场大立柜中发现的头发丝和痰迹同为一人所有。哎，诸位，开饭了，开饭了啊！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好好好，哎，有热汤吗？哎，有，每人一盒啊，别着急，给我辣椒，别忘了给碧海山留一份。好，哦，已经给他送去了。这个碧海山给他吃饭，他吃的一点不剩，可要他开口啊，连个屁都不放一个。你这知道什么？这就叫死猪不怕开水烫。我看他，我算了，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我有点担心哦。你担心什么？白玉观音的下落，万一这白玉观音已被碧海山出手，可他又死活不开口。哎，万一白玉观音流落到不法分子手里，拖延的时间越长，后果越是严重啊。我们得想办法要让他开口说话。探长，我有一个主意。啊，什么主意？说。我们来个出其不意。碧海山，你不要以为自己不开口，法律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只要证据确凿，法院照样能定你的罪。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全部事实。可是现在我不说，我们还想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一次自救的机会。怎么？你还不想说？那好吧，我请你看一样东西。看见诸葛平捧出的那尊白玉观音，碧海山不由大吃一惊，他睁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玉观音，呼吸顿时急促起来，额头也渗出细细的汗珠。但忽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松了口气，又恢复了原先那漠然的神态。碧海山，我告诉你，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哼什么？你笑什么？你还敢笑？严肃点。碧海山，我知道你笑什么。哼，
你笑这尊白玉观音不是真的。是，这只是一尊复制品。比尔山，你能辨认出这尊白玉观音不是真的，那是因为你能辨认出那尊真的白玉观音，我没说错吧？碧海山，你的心理素质不错，人也很聪明，可惜用错了地方。也许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全在你。我知道你的家境一直不好，在你初中毕业那一年，你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没钱供你上大学，你只能进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后来你母亲改嫁去了南方，留下你一个人在上海过日子。在你的生活中，唯一能给你带来欢乐和希望的是你的女朋友。可是你女朋友的母亲不接受你，嫌你穷。为了不失去心爱的人，你必须想方设法弄到一大笔钱，可是你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达到目的，于是你就铤而走险，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你今年26岁吧？我也26岁啊！啊，我们是同龄人，凭什么我在这儿审讯你啊？现在你又一次面临选择，你可以像现在这样死活不开口，那么法律将会因国家财产受到巨大损失而严厉的惩罚你。你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难道你还要糊涂下去啊？一条黑道走到底？你这么年轻啊，难道你就一点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苗振一番义正辞严、语重心长的话，终于说得碧海山垂下了脑袋，但是他还是没有开口。白玉观音下落不明，803们心急如焚。丁小军和乔丽娜把碧海山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筛了一遍，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碧海山手机中的一个号码引起了丁小军的注意。探长啊，碧海山手机里有一个号码，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是什么。哎，什么？你来看一下啊。那就这个号码，02015199-1718。020是广州长途的区号。这我知道，可是这下面九个号码呢？广州的电话是8位数啊，你看15199-1718啊，不管是去掉第一个数字还是去掉最后一个数字，广州没这个号码。哎，对了，会不会是什么卡的密码？比如什么龙卡、金卡、长城卡、牡丹卡、浦江卡什么的。哦，会不会是什么身份证啊、护照啊、存折什么的？这个啊，你想到的我都查过了。哦，不像。从他手机的信息存储来看，他是在昨天输入这个号码的。在输入之前呢，顾红艳给他打了个电话，之后顾红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这个，等等啊，顾红艳给他打第一个电话和第二个电话之间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准备外逃啊！哎，咱们抓住他的时候，身上不是搜到了一张去昆明的火车票吗？哎，那他应该是有行李的喽。他的行李呢？他把行李脱了。哎，这会不会是他寄放行李的密码呢？对呀，哎，现在的商厦、超市、大卖场那入口处啊，都有一排排寄存物品的号码箱啊。嗯，没错没错，就是他。好，小军、小乔，我们现在就去火车站，把广场周围的商厦、超市、大卖场的物品寄存箱一个不落查个遍。是，朱明，在，你留下，给碧海山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是。
苗振等人立即驱车赶往火车站，在车站广场周边的商厦、超市、大卖场寻找柜号为零二、密码为0151991718的物品寄存箱。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一家由外商开设的大型超市。0605-04-03-02，这儿。小军，嗯，啊，密码，好嘞。0151991718。那个箱子开了。嗯。看见打开的箱格里面有一只印着露丝纳莱字样的天蓝色的挎包，三个人的心禁不住蹦蹦乱跳。苗振抬起手伸向那只挎包，轻轻摸了一下，手掌上那种凉丝丝硬邦邦的感觉告诉他，这正是他和伙伴们追寻了20多天的白玉观音。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小心地捧出挎包，拉开拉链。喂，哪位啊？乔丽娜吗？啊，对，是我。我是诸葛平。哎，探长在吗？啊，在。你等等啊。哎，探长，诸葛平。哦，哎，小乔，你帮着拿一下，哎、当心哦。啊。喂。喂，哎，我是苗振的探长。嗯，碧海山交代了。哦，是他做的案。哦，他现在是痛哭流涕，后悔莫及啊。嗯，哎，对了，他藏白玉观音的地方真叫你和丁小军猜着了，就在车站广场前面的那家大卖场。我告诉你啊，啊，我们已经找到白玉观音了。真的？哎，太棒了。哎，探长啊，你知道碧海山是怎么识破我的以假乱真计的吗？他一定做了什么记号吧。对呀、啊，他在白玉观音的底座上贴了一张小纸条。是不是菩萨保佑这四个字啊？对，他做贼心虚，案发当夜他就在家里给白玉观音烧香磕头。嗯，还贴上了这么一张小纸条。哎呀，这小子我怎么知道他还有这一手。上不封顶，怎么样？又好了好了，我先走了啊。您忙啊，再见啊。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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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探头啊，东到和平饭店，西到国际饭店啊。咱们向东还向西啊？什么向东向西啊？向北啊。山西路美食小吃街。哎呦、啊、小吃啊，这样可以啊。不满意啊、哎、探头那么抠门啊。格朗泰格朗泰阿巴公。广播剧刑警八零三，东京大窃案第一集。深夜的东京街头，忽明忽暗的霓虹灯像睡意朦胧的倦眼，而那时序时段的日本歌谣从居酒屋的窗内飘出来，和厢式货车的隆隆行驶声混杂在一起，显得很不和谐。喂，为什么总在这里转圈？快点下手吧。你懂什么？多转两圈扫描扫描。哟，下雨了。下雨正好，雨水可以冲掉一切。谁家会选这样一个下雨天搬家呢？少废话，你正往东开，快到了。哎，这附近有没有人住？放心吧，这附近没有人。哟，这讨厌的乌鸦，是瞧你这点胆子。快搬快搬，动作快点。哎，全都搬光。把手啊！
请进。报告雷总，探长苗振奉命赶到。苗振，坐下坐下坐下，放松点放松点啊。哎，刘总啊，嗯，什么任务？重案吗？嗯，有点棘手啊。嘿嘿，我揣摩着就不一般，你的语气还挺严峻的。嗯，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协查案，几乎没什么线索，可是时间呢又不能拖得太久。什么案子？盗窃案，境外作案。哦，我当是什么重大的案件？别小看这案子啊，这可是日本列为第一号的有组织特大系列盗窃案。嗯，是日本黑社会的一些不法之徒跟一些滞留日本学语言的留学生共同做的案，被日本媒体啊称为超级大盗。日本警方是干什么吃的啊？总不见得让我们跨国境去抓什么超级大盗吧。啊，我说你别开玩笑了啊。哦，这个案子已经破了一半了，你看看，那这都是日本警方转来的案卷。嗯，这些人啊，利用搬家公司做掩护，连续几年在东京和附近20几个县市的边远地区啊，洗劫一些中小百货商店，涉案总值有数亿日元呐、啊！哟，这案卷还不少啊。嗯。那些被席卷一空的中小商店，哼，只能倒闭破产喽。这帮家伙真是心狠手辣。刘总，嗯，我明白了，作案者里有中国留学生。对，日本警方认定啊，盗窃团伙的两个重要骨干溜掉了，这是两个精通日语的上海留学生，其中一个是主犯，他的头脑精明，手法高超，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盗窃案。不过这个家伙啊，很少在犯罪现场露面。苗振啊，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涉案的人员聚散自如，分工明确，而且销赃渠道迅速畅通，每一件案件从实施到销赃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很难在证据确凿的现场找到他们。这么说，日本警方认定主犯回到上海了？嗯。哦，那好，刘总，我先熟悉一下材料。嗯。说实话，这么厚的一叠啊，可没多少对我们有用的材料。这样吧，你先接触一下啊。明天上午，跟我到市局去见一下日本警方的三木指导官和岩井专务。是。哎，这下我又要开夜车喽。啊，你们好，刘先生，您好、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方主办探长苗振。啊，苗探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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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三木，这位是本案的专务严井，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欢迎你们到上海来。刚才我们从窗口看上海的风景，真没想到上海这么美啊，恍惚之间以为还是在东京呢。我倒是听爷爷说起过上海很美，他说站在外滩还以为到了欧罗巴呢。嗯，你爷爷来上海旅行过？哦，说起来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爷爷那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啊。哦，明白了啊。嗯，下午我们派人陪你们在上海参观。谢谢。岩井先生回到日本以后，可以对你的祖父谈谈我们新上海的巨大变化了吧？啊，多谢多谢多谢。苗探长，说到这次请求贵国警方协查的事，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了。也谈不上什么麻烦，犯罪嫌疑人如果确实是中国人，并且可能潜回上海，那就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嗯，从案发到现在，日本警方审理这个案子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啊，对，一年零三个月。可是为什么对主犯的姓名还没有弄清楚呢？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到底是潜回上海还是留在日本？我们想搞清楚啊。对不起，我们只知道他的日本名字叫鬼冢雄一，他说一口流利的关东口音日语。
连他的许多同伙也误认为他是真正的日本人。可根据在押的日本案犯交代，他是中国人，而且我们断定99%是上海人，而他现在的去向我们很难确定。啊，既然知道他是上海人，那为什么还不能确定他的真实姓名和去向呢？是这样，案发以后此人就神秘的消失了，我们查遍了中国留学生的档案，居然无法找到他的确实资料，当然也就不能准确地判断他的真实身份和姓名了。我听说你们做事情是非常讲效率的，可是从你们提供的案卷来看，实在是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太少了吧。可我们还是掌握了一张鬼冢雄一的照片，在案卷第13页，请看。那还能叫照片？只是一个黑影吗？是啊，我们无法找到更清晰的照片了。对啊，在日本档案中有一个相貌与此十分相近的中国留学生，他的中文名字叫陶新海啊，他的护照照片在第10页上，您请看。我看到了，可这里也注明日本档案记载陶新海已经在5年前的一次车祸中死亡了。是啊，是啊，但是死亡登记的人并没有亲眼见到死者。您知道，这些死亡证明的文件是很容易伪造的。那么，麻烦日本警方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更确切的资料呢？好的，在东京的出境记录中，有一个叫川村和的日本人，过境上海前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他的照片在第25页上。我们有理由认为他选择了一条奇怪的旅行路线，为什么不直穿太平洋却要反向绕到上海呢？哎呀，这个川村和啊，就像日本警方一样给我们出了一个智力测验题呀。 啊， 问题的关键是川村和的照片与我们掌握的前两张照片都很相似。川村和护照的真伪没有疑问吗？啊，我们查到了这个真正的川村和，他曾经遗失过护照，不过这是个70岁的老人，现在日本。啊，那么说，是一个假川村和用了剃头护照。对，我们有理由确信，鬼冢雄一用自己留胡子的照片替换了川村和的照片，偷渡到上海。嗯，那么三木先生，巴西警方你们联系了吗？问题就在这里，巴西警方没有查到川村和的入境记录。啊，这样吧，苗队，就查一查川村和的上海入境记录。是，还要查清陶新海在上海是否已报过死亡，另外鉴定这3张照片是否确系同一个人。啊，这个嘛，我们有一定把握，日本警方拥有世界一流的先进设备。是啊，如此先进的日本警方给我们的材料却是一堆迷宫图嘛。确定的照片是模糊的，清楚的照片是他人的，知道的名字是日本名，查证到的中国人却是死人名，出境记录是途经上海到巴西，但现在是上海，巴西却不见人影。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日本警方能查到的这些材料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不是我们粗俗，实在是这个鬼冢太狡猾了。你这话让我想起一部旧电影。什么电影？好了好了好了，姚探长，咱们请三木指导官啊，介绍一下协查的第二个人吧。好，第二个人的资料简单，也许难度更大，没有照片，没有真实姓名，我们只知道他的外号叫阿迪迪，同伙都叫他阿弟弟，肯定是上海人，30多岁，左手小拇指缺了一节，在第26页上有我们画的模拟像。很遗憾，我们只能提供这些。唉，真要感谢日本警方啊，你们好像在测试中国警方的能力和智商。第二人情况仅仅是3个外文字母。行了，苗队，咱们先突破鬼冢，阿弟弟先放一放再说。好，那就让咱们先解鬼冢这个谜吧。好，好了，多谢合作。嗯，再见，再见，再见。书被人送，走。
哎，小苗，嗯，来，我说你等等。哎，你刚才说话怎么这么冲啊？啊啊，国际合作，注意影响啊。我知道啊，可是你看严谨那个傲劲儿，我就来气儿。什么他爷爷五十年前来中国，他来中国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的事儿吗？好了好了，别话了，别话了，别话了。哎，刘总说，你回去干活去吧啊！哎，好，对了啊，叫乔丽娜下午两点准时到我这儿报道，穿便衣。啊？干嘛？叫乔丽娜陪他们游览？他日语好啊。可是，那些日本人一个个都色眯眯的。哎呀，我说同志啊，所以才派刑警去陪同嘛。啊，去吧。哎。苗镇夹着东京大窃案的案卷回到了刑警支队，警探们对这件国际刑警协查案议论纷纷。情况就是这样，日方目前就等着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归案，我们的任务就是追捕这两个有可能潜回上海的犯罪嫌疑人。哎，我说探头啊，这回咱们干的这活有点难啊。你说这个日本警方是有意为难咱们呢，哎，还是想来考一考咱们新一代的中国刑警啊？啊，你说怪话是不是？啊，我越是困难复杂，才显示咱们的能耐，否则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哎，听到没有啊？探长的豪言壮语啊，是啊，快记下来呀！啊，哦，省得将来做总结报告的时候啊，没有话向记者提过。哎，我少来啊，少来啊！我那个本子的，好了啊，本子，别开玩笑了啊。不过说起来啊，有这点线索啊，咱们呢也可以动手干活。开玩笑，动手干活，这个叫线索啊？哎，江湖学的吧，整个是江湖一统，一统江湖，一点方向都没有。哎，你又说怪话是不是？啊，你听啊，你先在电脑上鉴定这三张照片是不是同一个人。哦，别让日本警方的材料束缚咱们的手脚啊。哦，我看呢，咱们可以先查查那个叫陶兴海的人，对，看他是不是报了死亡。干完这两件事，咱们再干下一步。阿弟弟呢？哎，你看这日本人画的像啊，怎么看都像日本人。不管他，先放一放啊，查完鬼种再说。哎，这些贼啊也真够猖狂的，嗯，大张旗鼓的扫荡商店，哎，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商店搬家呢。我看他们啊是学了当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这下好了，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啊就别调侃了啊，你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日方提供的案卷啊。哎呦，这我以为你会派我去侦查市面上的水货来源呢。哎，说不定有他们销赃的什么名牌货。哎，难怪人家给你个绰号叫名牌啊。好吧好吧，这也不妨了解一下。哎，先等会儿，乔丽娜，你现在先帮我上机鉴定这个三张。他下午另有任务啊。啊，乔丽娜，你应该走了。哎呦，晚不了的，探头啊，你别那么凶好不好啊？谁凶了？我是怕你迟到，日本警官是很守时的，明白吗？哎，小火车，你看我这身衣服还行吗？漂亮啊。哟，嘿嘿嘿，我看出来了，你说这一身意大利名牌还有什么不行的啊？又不是让你去三陪，穿什么不行啊？啊，快走快走。探头啊，我看一有棘手的案子总有个冲头给你开涮，好像今天是轮到我了吧。你怎么看都不顺你的眼哦。好了啊，你该上路了啊。别忘了你该做的事情啊。乔丽娜同志好不好？乔丽娜，王闯，嗯，干了咱们这一行你就别相信微软公司那句广告词了，事情快快干完又有新的事情。哎，我说探长，没想到你对 Microsoft 也有那么多研究啊。哎，小诸葛啊，你说咱干这个活是不是大海里捞针呢？ 啊丁小军，你就别叫唤了，电脑查询快捷多了。你不知道过去啊，我们在口卡箱里查起来那才叫大海捞针呢。好，服了，前辈啊。哎，注意三张照片都扫描进去了。啊，
我来对比一下啊。你慢点，慢点，慢点。啊啊，倒回去，倒回去。哦，倒回去。啊啊，对，停啊！你们看，哎，提掉。哦，好。哎，我来把它重叠。嗯，再把这些络腮胡子给弄掉。行，三张照片对比。专心点啊！你看，眼睛，眼睛，眼睛，特别是鼻子。嗯。嗨，探长，99%的把握，我敢说，这个三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好，插头星海，这么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死。调口卡档案。哎呦，调口卡档案，哎呀，这可是大工作量了。哎呀，下发，相思者出列。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东京大窃案第二集。行，三张照片对比。专心点啊！你看，眼睛，眼睛，眼睛，特别是鼻子。嗯。嗨，探长，99%的把握。我敢说，这个三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好，插头星海，这么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死。调口卡档案。哎呦，调口卡档案，哎呦，这可是大工作量了。哎呀，下拉，相思者出列。哎呦妈呀！哎呀，这么多。不是，他起个什么名不好？怎么这么多人叫陶星海啊？我说叫奶奶也没用啊，让我来吧，王冲。电脑尽管先进，但还是离不开人脑。与此同时，乔丽娜正陪同三木和岩井在市区游览。在观赏了浦东世纪大道的漂亮景色后，他们又来到了位于虹口区的山阴路。啊，听爷爷说过，上海有和日本一样的房屋建筑，嗯，是在当年日本租界一带吧？啊，这一带啊，就是当年的日租界了。哦，你们看啊，这些弄堂当年都是日式建筑，嗯，现在呢还保留着它的外部结构特点，不过里边大部分都已经改造过了。啊，现在的日本住房也开始西化了，大城市的年轻人也不习惯榻榻米了。哎，我喜欢榻榻米。现在许多日本年轻人不关心历史，只关心今天。我是个例外，我很关心历史啊。也许是因为爷爷总给我提当年的故事吧。有些日本人很关心被扭曲的历史啊。你爷爷口中的历史，恐怕是站在那种立场上的吧？比如说，日本人在南京屠杀30万平民的历史。日本有多少人能证实这个事实呢？我爷爷不是东史郎，他没有去过南京。可我想、啊、乔小姐，你的日语是哪里学的？很不错嘛。这是我在大学选修的第二外语。好好，我们的日语老师是个日本人。好，喂喂，我是三木。嗨嗨嗨，我们马上返回宾馆。对不起，乔小姐，我们必须马上回宾馆，参观就到这里可以吗？啊，当然了，没有问题。那我去叫车子过来，请稍等一下。谢谢。三木先生，请上车吧。请请。啊，上海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以后有机会我还要来。欢迎你下次再来。不过下次要是来的话，一定要玩得尽兴一些呀。嗯。啊，宾馆到了。乔小姐，十分感谢你的陪同和讲解。塞尤娜拉。塞尤娜拉。真是见鬼，探头再三让我别和他们谈什么敏感问题，哎，可是一涉及抗战历史啊，我就憋不住。哎呀，这事儿要是换了我也会这样的。是吗？小乔，我看你啊没有错。嗯，手机呀，
三木的手机掉在后座上了，麻烦你掉头给他送回去。哎呀，这种日本警察呀，自己都丢三落四的还破案呢。要不我接一下吧，说不定是三木发现丢了手机打过来的呢。喂喂喂，我是三号，我正在上海查找鬼冢的线索，奉命与你碰头，请在宾馆等我。你是谁啊？喂喂喂！东京大窃案中两名上海籍嫌疑人的查找还漫无目标，却又冒出了一个神秘的三号，查找方向如何确定？那个三号又是谁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正当乔丽娜陪同日本警官游览的时候，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神秘的三号。苗镇认为这个三号可暂时放一放，先集中精力查找陶新海。803的电脑查询终于从数百个同名者中逐渐淘汰，缩小了圈子。最后一个陶新海的档案跳了出来。我想就是他了。快看，死去的人又复活了。的确，在中国他没有报过死亡，绝对没有，也没有入境记录。对，好像从1986年出国到现在从来没有回来过，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哎，小朱哥，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咱们还是先到他原来居住的街道摸摸情况，你看怎么样啊？哎，要注意保密，当心别惊动了对象。我知道，摸排查找是我的拿手活。还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警惕那个神秘的三号。哼，应该给他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撤回那个叫什么三号的人。只凭一个意外电话还不能肯定什么，有些事儿呢我们不能莽撞，要多加小心。探长，哎，小金回来了。哎，你们看，海关公安处查到了川村河的入境记录，不过所有的宾馆都没有他的下榻记录，所有的派出所也都没有他的外国人入住登记，海关呢也没有他的出境记录，这也就是说他来到上海以后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他会不会在上海落脚后再转往别的城市啊？那可就麻烦了，中国的出入境口岸太多了。根据一般的推测，假如川村河就是陶兴海，那他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大一些。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大都市隐藏起来更方便一些，何况这里是他熟悉的地方。来，伙计们，咱们开始追踪幽灵吧。好啊，我们再来看看究竟鹿死谁手。苗镇他们的判断并没有失误，日本警方提供的资料还算有些参考价值。对于他们来说，更难的工作不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在于追捕搜索他的踪迹。半个月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天朱歌平和乔丽娜来到陶新海家所在的里弄居委会。谁？陶新海？对。哟，陶新海怎么会死了呢？没的事，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这里弄里哪家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前两天啊，陶家妈妈还说起他儿子打电话来呢。哦，他从哪儿打来电话？日本东京啊。还能从哪儿啊？陶新海在日本读书，当然从东京打电话来了。哦，那陶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这个一般吧。陶家妈妈说了，儿子在日本打工呢也不容易，要挣出学费，日常开销又大，存不了多少钱呢。是啊，所以啊，陶新海出去这么多年还没有回来过呢，要是有钱早就回来探亲了，对吧？是。对了，他有个女朋友一直在等着他。哦，小陶啊也算是有良心的，好的，没有甩掉这个小姑娘。哎，这个女朋友常来看陶家父母吗？啊，常来常来。哎呦，陶家呀多亏了这个小姑娘照顾。哦，说起来年龄也不小了，要30出头了，也该结婚了。哦，她做什么工作？叫什么名字？
哦，叫江丽丽，在那个金星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的。哎，不过小姑娘蛮老实的，也不见穿什么高档的衣服，平时也不化妆。陶家妈妈呀，一直夸她呢。哎，你们要不要去陶家坐坐？陶家爸爸很爽快的，要问什么你们直接问他好了。不了不了，暂时先不去吧。是啊。哎，今天的谈话你一定要保密哦，这不关陶家父母的什么事。但是透露出去啊，容易造成误会，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不是第一次配合诸葛同志调查了。是啊是啊，我是治保主任，当然懂的了。谢谢。好。在一家名叫赵志的日本料理店内，苗振和丁小军正在和糖吃的客人周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どうぞ。我们坐这个旋转寿司台子吧。好。这里坐吧，朋友，这里有位子的。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位先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吧？是的，我啊就是喜欢吃日本料理，这里的环境让我想起在日本的日子。那。哪种好吃介绍一下了。这个特别好吃。这什么哎，每人拿一个，蘸点芥末。怎么样？好吃。好，挺够味的。不行。先生在日本 好几年了吧？十几年了。哦，挣了钱我就不去了，现在国内比外国好赚钱。看你的样子好像也是生意圈的吧。也就是前几年挣了点小本钱啊，想找个机会发发财。对，发。我们听说这儿有一个生意圈哈，就想来碰碰运气。就是这位是我的老板，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不好意思。那算你运气碰到我了。这是我的名片。好，谢谢。是唐先生啊。唐先生啊，唐先生，你有什么货色吗？水货啊。太好了。什么货啊？全是名牌，日本来的。什么价？有报价单吗？慢着，你们不会是警察吧？开什么玩笑，你真是的。我看你是，我还怕你是警察呢。就是啊。唐先生，你看我们啊，我们俩哪点像警察？就是啊，像不像？开玩笑嘛。这个做这种生意不得不小心一点，是吧？其实呢，这货也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在日本的朋友的朋友。没有脸色啊，很有实力的，真正是日本名牌的化妆品。好，名牌的好。日本人的皮肤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上海人呢，还是挺喜欢日本化妆品的啊。比方说这个资生堂，对，资生堂。你这个老板是懂行的，而且我告诉你啊，这火钱是原装的，价格不要太便宜啊。唐先生，那上家是什么公司啊？你算什么意思啊？别乱插嘴。先生，我这个小兄弟呢不太懂规矩啊。现在呢咱们做生意就讲一个爽啊，就爽。上家你去联系，送个报价单过来，你拿你的中介费，你看怎么样？见不见上家那都无所谓啦。不是怕你们见上家，人家大老板自己不肯露面的，是吧？对，货销完拿钱走人。就是大老板要是爽快啊，我们可以定个长期的供销合同。真的？你们公司实力怎么样？实力怎么说呢，你做起来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全部是现金交易，你放心了吧。好。我朋友会把你们的意思告诉大老板的。这个大老板还蛮有点来头的啊。对。唐先生，现在在哪儿啊？我们中国也待，日本也待，两边走走。
两边走走好吗？可以两头兼顾吗？啊，哎，来来来，咱们也兼顾兼顾啊。这是我的电话，啊，唐先生，等报价单来了呢，咱们约个时间再见面啊。哎，您呢慢用，我们呀、啊、有事先走一步，先走一步啊。好，再见啊，唐先生，别客气，别客气。哎，请坐好、啊哎。好，再见，再见。这不，就这么坐着，财神爷就给我送钱来了。萨库拉，萨库拉。陶家这几天显得十分平静，除了老夫妇外，并无外人出入。一个特别的情况是，江丽丽突然许多天不来看望陶家夫妇了。嗯，陶家这么多天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陶星海难道真的没了踪影？我觉得奇怪啊，江丽丽来看老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啊，据我们观察，她除了公司、自己家和陶家，很少到别处去。公司？她好像只待半天啊。另外半天去宾馆促销，那也是很正常的。嗯？很正常？啊。有些事情，在不了解真相前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往往是在正常的假象掩盖底下有内在的不正常。哎呦，这话深刻呀。啊，哎，探头 啊，可这么盯下去哪天才能撞上陶星海这个幽灵呢？就是又没让你死盯着啊，你只要随时注意各种迹象，总有他露头的一天嘛。嗯，哎，探头 啊，我要去盯江丽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江丽丽在建新宾馆的促销活动？建新宾馆啊，有他们公司的包房、都是一些公开的活动啊。况且江丽丽这个人蛮本分的，每天都是按时到的。你怎么就那么大意呢？在宾馆里头，他都做了些什么？你知道吗？啊，所有的细节你都得摸清。可我又不能贴得太近了。我告诉你，必要的时候就设法靠近他，可以伪装一下嘛。比方说参加他们的促销活动，你一举一动都得注意。哎，我怎么没想到化妆一下呢？啊，就是。哎呀，就是怕哪一天见了面他会认出我。哎呀，你的拿手好戏得拿出来用啊。就是探长。喂，是哪一位啊？ 是我呀。哦，是质保主任张大妈呀。你好，你好。朱哥同志 啊，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啊。嗯，前两天陶星海的妈妈碰到我。嗯，我故意问他，你们家星海现在怎么样了？哦，那他怎么说？哦，他妈妈倒是蛮老实的。嗯，他说啊，星海前两天还打电话回家来呢。嗯，可是他妈妈有些搞不懂，他说他的身边好像总会有人用上海话在催他。哦，文化弟啊，你快点呀，你说怪不怪啊？啊，张大妈，谢谢你，你反映的情况对我们很有用。哎，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那么我们下次再联系，好吗？哎，好，好，好，再见啊。哎，再见，再见。探长，幽灵出现了，我看我们得马上行动。嘘，别说，小丁，是。喂，啊。哎，是我，哦，唐先生，哎，怎么样？啊，哦，有货了，好啊，哎，啊，啊，哎，我们上次不是说过吗？有多少要多少，哎，啊，好，好，啊，半个小时以后，嗯，小锅咖啡馆包厢是吧？好，好，好，哎，好，不见不散，哎嘿，再见。探头，那边有货，姓唐的送样品来。他怎么说？他说量不大，不过都是正宗名品。嗯，朱国平、小肖，你们再次待命。小军，咱走，马上看货。是。